灵，我要说很抱歉，可是我想没有人愿意生病吧。我觉得所有的防疫团队真的很了不起，你看就为了那一台飞机上的几个人，他要出动多少的人力来做后面的支援。我觉得台湾人其实很幸福，但是如果能抱怨少一点，我觉得大家的快乐应该会多一点，感恩再多一点，大家应该会更幸福，真的应该会更好。正确的，但是你可能会危及到生命，你会去做吗？其实我生病，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生病，真的没有人愿意生病。每一个人想法应该都跟我是一样的，但是当我生病的时候，我这个病可能危害到别人的生命的时候，那个人他真的愿意救我吗？那在开始我忍不住要先跟所有的医疗团队，跟这个第一线的护士以及疾管局的所有人先说声谢谢你们，真的是除了谢谢真的就还是谢谢。尤其前天刚好看到那个陈时中陈部长在新闻里面落泪，其实他落泪的那一刹那我是非常有感触的，因为我想第一个那个人会回来，他绝对不是为了让台湾多一个人，就像我，我是第一例，所以我打破了台湾的零，我要说很抱歉，可是我想没有人愿意生病吧。那所以看到陈部长落泪的时候，其实我真的很感动之外，我觉得所有的防疫团队真的很了不起，你看就为了那一台飞机上的几个人，他要出动多少的人力来做后面的支援。但是那时候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我却不害怕，我却觉得很安心，因为知道儿子在机场外面来接我。可是当天其实不晓得自己会不能回家，然后本来是回来过年的，也没有想到这个年很特别，非常的特别，整个都在医院过，所以平安两个字平常只是说一说而已，现在对我来讲其实是很不一样的，格外有意义吧。我忍不住这两天在医院，因为自己的网络不好，可是看了电视，回到台湾却有一个感觉，我觉得台湾人其实很幸福，但是如果能抱怨少一点，我觉得大家的快乐应该会多一点，感恩再多一点，大家应该会更幸福，真的应该会更好，这是我真的是这样想的。